这几年来我们在擘画九大产业园区，因为云林县呢不缺水也不缺电，那当然也不缺地的，那更不缺人才，因为我们人才济济，不只是辅科大云科大本身啊都培育非常非常多的优秀的人才。那当然这几年我们也在擘画云林县高科技产业的一个未来，包括我们提供巨型整合垂直产业链的高科技产业的园区。那我想这个部分我们都积极的希望有更多高科技产业进驻云林县。那尤其呢我们听到黄仁勋执行长所提的，在台湾还在寻觅这个设计中心电脑中心，那我们呢可以提供在湖尾高铁的一个产专区，那这个产专区呢大概有9.65公顷，非常大的一个基地，那是一个熟地，随时都可以进驻。那同时呢它距离高铁站只有5分钟，那透过高铁站连接我们桃园机场，很快就可以跟国际连接，应该非常非常适合我们黄仁勋执行长把云林列入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参考。夜市超多的，尤其是湖尾的拜五街、斗六的拜六街，那我们斗南也有夜市，大概礼拜一到礼拜天通通有夜市，而且应有尽有，什么好吃的蚵仔煎、麻花卷，还有我们在地的很多很多的美食。如果黄仁勋执行长要来的话，我一定要亲自陪同，一摊一摊逛过一摊，到要吃什么买什么我都可以介绍给他。